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尽形容你是我的谁。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被锁了人家就断了。懂了，断什么断了，懂了，我错了。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不对吗？有点凶，这一遍我觉得比你刚刚那样好多了。想起我不完美，看着远方的感觉，你会不会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我的滋味，抬起来跟我一样，我会不会把这个拳头变得甜美。起啊，想起白天的约会，对，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你是能发出来的，你每次都是只是因为，只是像感觉差了一口气一样，你不是像我这样自然的轻轻的吸进去再吐出来。再来，从头来，好好给我。训练的教室，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啊，这个教室啊，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间教室对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舞蹈教室的，但是呢我在这儿也学到了很多好看的舞，然后我刚刚那个老师也过来跟我说我要去上课了，所以说就不跟你们多说了，然后我就请后期把镜头转给北京部还有广州部的这两位哈，就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去上课了，拜拜。广州分部给大家带来一首《好久不见》，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很多，应该是下去花了功夫去练习的，对吧？然后不好的地方来说，第一个延伸性没了，跳舞蹈 jazz， 你身体线条是往上拔的，头肩胸胯啊，头肩胯三点一线没有一直保持在，两肩宽的东西也没有。第二一个，跳 jazz 延伸到手背，你的手五个手指撑那么大干嘛呀？他就在练延伸，身体线条不好看，节奏是完全 OK 的，节奏挺好的。OK。OK。高潮部分运用了很多现在的元素动作，就是 swag 的一些新的元素动作啊，这个是不错的，这个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就是你把音乐切得进去，知道什么样的音乐应该切入什么样的元素动作在里面去，不错，挺好的。
好的地方，你最好的是身体的胃，你身体的胃部感是最好的，然后乐感也很好，身体律动感也好。但你自己的毛病你应该知道，就是所有的控制很多很散的地方，可能在外人看来会觉得是一种 style， 但是在我们跳舞的人看来，就是你不会去控制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所有地方最欠缺的就是你手臂的控制和下半身的控制，控制还是需要加强。好 ，OK。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张天远，这三位是我邀请来的朋友，一起来做第二期美妆视频的客人。哦，然后他们俩也做视频，有专门的出题人给我们出主题，我们给胡翔化妆。好，先他给我化，然后小旺哥给他化，等会还有评委给我们评分，谁评分高谁就获胜。奖励吗？有奖励，奖励就是。对，那这是工作人员的。因为还没盖呀。不要太低呀，我觉得有点恐怖。那我就面对现实吧。这是化妆吗？会吗？那我换一个。对对对。反正比第一次还要激动。哎，我。完了，现在是不是很吓人？你找到了肤色了吗？他是不是很好看？一点都不像。好看啊！哦，我看到了什么？躺好了，你这个好白啊，这个。就把我搞白一点。哎，等一下，你这个人不是不管。这个人还……你觉得完了？哎，我觉得 OK。我看看。没有，我觉得四川挺好的，是吧？这凸显了我异域的风情。我觉得确实，这样我走在大街上肯定会把人吓死。什么？哇，这心跳太厉害了！别跑！怎么切入的？对啊，思绪可以去哪？化妆师讲。我是一个其他国家人，然后我很喜欢中国歌手，在上面。哦，真的给我太傻了！你画这个让我很想打开我家看，我给你一个惊喜。Surprise！ Yeah， 我觉得梁子可能对。这个可能没。立夏，立夏，二零零八是我有史画过的最绿色吗？对。对，等下我们再来打这个。嗯。敲。这里面还要敲着。嗨呀。是在紧张吗？手里面。哦，这家伙，我要看，我跟你说，奥特曼。你就不应该亲我。好。跟我家那铅笔画的不一样，那能一样吗？哦，我是用我自己的蜡。对，我要死了！你要死也没有我死的惨。这个，我就是个女的，我。眼睛超重。这是口红，这是口红，是。哎呀，
得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我相信。去啊！让我想一下以前讲的话。完了，我觉得他可能要自私了。这，看你可以可以。这怎么是粉的？像是修容。粉的就粉的呗，哎，不修容，好，你说，哎，我觉得 OK。我看看。这种效果。要不然你，要不然你那个好笑。就显得我抑郁的风情。等一下，小马哥，你不要敲小拇指。你这么不要造型师，你造型师。哎，好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了。我啊，我不会画画。推荐吗？我是一个吉大国家人，然后我很喜欢中国和俄罗斯双面包的曲子。这题不在一个上你这个也要不用你要下午数我现在给我看你到底画的什么样。哎呀，但是抑郁风行的时候你你画这个让我很想把它印出来放在那里，我们这里正经一些。哇，算了，我这要画有问题。我给你画一下睫毛。随便到这儿画吗？到这儿给你画。没事，哎，到底是谁在给你画呢？你想去哪儿画？一个。我应该是本期他也是有抑郁的。这里面跳着对你来弟弟弟我死了你怎么了多好我觉得我用你应该把我全部脸的画面算了我开口一下你来吧我来一次我能接受这个对对对对对我们这组的重点，还有这个人长得很好看。最后加了几个红点，别的其实不重要。没中间，有个红点。没中间，有个红点，留下这张脸。思绪由你来介绍，你的大作，觉得很好。今天他能画的是，那请问你如果认真画是画成什么？那好一百倍。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画成，因为我从来就没画过妆。可我画过妆，不是被别人。我是应该先喷那个水，不是一种颜色。我操，这个曲子真的有点影响我发挥。哎，有点黑，能倒了好多呀！肯定很好看，相信我。哇，好白啊！好，你怎么自己开始画起来？画的不咋地。其实我刚刚没有把它开，就打不开。啊，是蓝的。嗯。哦。嘿嘿嘿。是什么？眼线笔。我跟你说，我画眼线特别好。就刚才我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往上看，那你往上看，往上看，往上看。我画我先画眼睛好吧，你画其他地方。什么是三眼皮？看这个还行，这里还有一个哪里？然后你这眼线笔呢？你这边感觉没上边那么浓。下面，下面，下面，下面。对对对，你没有感觉有一点那种旋风的感觉？我觉得你这边没有那边抹的一片。你，哎，没事，我继续。你在干什么？思绪，你要毁了你自己吗？你要毁了你自己吗？啊，我觉得这里没有画到你，里面不会有。不是，不，其实我觉得最后不是我把你画成这个样子的，是
帮你提一点。这是黑色的。这有颜色吗？有。是你眼睛上面这个。我肯定。是什么？不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肯定肯定按照我手上还有，我看你这里画的，我给你画画一个，画一个，哦，不要画，我画需要，我已经用心了，你往上看，要凸显出你的缺点，你的不能让别人发现一些缺点，没有，你的身上是没有缺点的，你要知道，没有，你白的跟个僵尸一样，我这样看。先画这个吧，这是，哎，让我给你看，对，你确定是这样吗？有没有感觉有一点那种炫光的感觉？你是个王子，这是。这样，我给你画。对，好不好？不接。有黑色的口红。有黑色的口红。又别没有，没有。你妈是不？其实我觉得最后不是我把你画成这个样子的。会不会长痘痘？怎么可能？你现在一个爱心的话，你现在手上拿的那盒就是爱心。这就是三角形。那眼线画在哪？10 9 8 7 6 5 4 3 2 1好，就刚刚在你们休息的间隙，张主任他们几个又重新录了第二期美妆视频。哥，拍下了吗？对，就拍下来了。然后他们四个就是互相彼此给对方画嘛。然后我们的考题，第一道考题是异域风情的女子，第二个是冷漠的都市女子。你觉得他们四个会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你期待他们是什么样的妆吗？我觉得异域风情的很白。对，异域的白可能是这里两颗红色的。就他们画那个阴影，就画的就往眼睛上面画，然后两边就画口红。是什么仙子吗？我觉得应该，如果要我画别人，可能会好看那么一丢丢。佳琪的吧？佳琪，要我给马佳琪画的吧？对，要我那我。那你们刚才不是说刘耀文，你们觉得他化妆水平会很好？因为他是要分人呢。刘耀文是最坑哥，对啊，最坑哥，是要分人呢。是去给郑源画的，对，郑源给四旭画的。那我他应该是四旭。你觉得四旭的妆容最好看？对，然后郑源的妆应该是口红涂满了，就是对。我觉得应该口红涂满了，然后还那个眉笔嘛，把眉毛描成那个正常的方形。那个叫什么来着？那是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对，长方形眉。好，那现在我们有请三位评委。好，我们的录播是移动，看跟你们的猜测一样不一样？我猜真的是谁？这是谁？真的四句真的是三个吧？我说的对的场。那我来还原一下这个场景，肯定是场面上。你要不是给马来西亚的时候一边画一边说好看的，马来西亚因为没有镜子，真的很好看。没有给刘耀文画的时候也很好看的话，我先介绍。你看我们的小马哥是不是很萌的？他眼线涂的粉红色眼线滴，粉红色眼影第一次见。他冷漠是因为他看吧，他的深色霹雳烈火红唇，他是心里面黑暗，不是冷漠。他是没有朋友，然后没有朋友就代表非常的深色，就代表自己很有
成熟，对，很成熟，就没有朋友，知道吧？这种颜色，老板，你要陪着他，你要我们眼中的成熟就是没有朋友，没有朋友，没有朋友，牛成熟。来，我来介绍一下哈，他这个是不是看上去像山姆，其实并不是，他这是经过很多那种调制和口红调制而成的淡红色。他这个还有眉笔，还有眼线，我给他画了三杠，就是那种叫什么？冷酷的女王，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我们选择四虚啊，四虚啊，完美。所以本次美妆视频还是由张志远组获胜。那最佳化妆师，你们三位评委颁给谁呢？四虚，四虚。三位评委要不要试一下？下次你们三个也来？不要，不要，不要。再见，拜拜，拜拜。最后采访一下，我们四虚拿到 MVP 最佳化妆师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想法？不要9998，也不要9999999，就怕这八个小时奶油，只要9.8。啊，这不刚戴的那个萝卜项链吗？那个小时奶油可以激那个。这是你不知道这个吗？这是非洲阿拉克王国的王公贵族才能使用的非洲王公贵族至尊权杖口红。嗯，我只想问，看起来真的好高大上哦。对，是不是直接把？我以为这个是拧开的。这个包怎么盖上去？我想发挥。要使劲按。这是什么？这个被你们画圆了。